嗱，頭先呢度咧有一堆乾咗嘅樹啊，有五六枝呢啲咁嘅松樹啦，咁啊全部掹翻出嚟咧，掹喺個花槽旁邊，然後攞呢把電鋸去鋸佢，鋸好曬咧，而家入曬袋啦。咁啊，呢度而家變咗乾淨整齊咗。咁啊，爭在呢一堆咁嘅枯木咧，要揾日啊，及下垃圾場幾時開啊，去抌咗佢。呢度 London 嘅垃圾場我真係未去過，要上網揾下資料先得。咁啊，而家將把電鋸掟翻埋先。如果70年代睇過套電影啊，《電鋸殺人王》就呢類啊，呢把就係 baby 級嘅。